空不公不义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咱的台湾。欢迎收听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。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，咱的乡亲士大，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大家午后平安，午后如意，午后快乐。感谢咱全国的乡亲士大准时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来收听，希望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志忠，志忠同款对每礼拜到拜六，每一天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。咱做伙空中结缘，做伙来开讲，关心咱的土地。关心咱的台湾，那对拜到拜六，下晡时五点到六点，就是现主持啊，伫中咧主播这个时段。伫咱的南部地区，也就是台南地区到高雄地区，伊伫向南到屏东地区，拢会当个收听咱这个主人广播电台，主人广播电台 FM 96.9。FM 的台96.9，啊，这那里下早时11点到12点，分林嘉义分嘉地区的好朋友，你着较准这个嘉义之音嘉义台，嘉义之音是 FM 的91.3 ，FM 的台91.3吼，啊，这里分林嘉义收听最方便，中昼时啊12点到1点。来个听这个中华台大台北地区，无论是台北市也是新北市，拢会当个听中华电台 AM 1026 AM 的台1026吼啊，这个即卖咱所连线，包括主人家己之音、咱们客拢是 FM 的台啊，多啊是这个中华卡，特别是 AM 台吼1026。尤其是大吼，啊，甲注意一下，我那甲准时收听。一波时黄昏的时段，五点到六点，台湾的主人、国家的主人，听咱的主人广播电台，真正有台湾意识的正港的本土台 FM 96.9。暗头啊，7点到8点，离地中的故乡台南地区，你得甲准站门客。老白主的民主台吼，咱台南乡亲做熟悉 FM。89.9，咱文客电台 FM 89.9，一边一个爱台湾，会当讲咱对早时到中昼、下晡到暗时，咱一个每一分钟拢拍拼甲放松，每一秒钟拢袂放弃，吼、哦，绝对爱甲台湾人一个主流的民意大声甲讲出来，不只是伫国内咧讲，嘛要讲予全世界听，予国际社会来明白，哦，来理解。用尽时段，逐工无气呀，来听咱的节目，除了陪伴你的生活，互你有快乐的心情、希望的人生，咱也来共同打拼一个有公平、有尊严、有这个公道正义，咱的未来，咱共同未来。来，今仔是咱的新历2017年3月14日，礼拜二的时间，吼，啊，那算古历是行到2月17，到今仔为止，咱大家所关心陈总统。啊，边总统吼、哦，今仔日看到马英九涉密罪这个起诉的问题，啊、有那真济在吼，一寡想法要甲大家报告，但是节目中一一来讲，特别感触搁较深啦吼、哦，特别感触搁较深。讲真正安尼公平正义的已经实现吗？安尼就有法度向阿边总统公道吗？安尼真正就甲马英九啊，这种的大恶一个吼，啊，这个。啊，派代志做遮济，安尼真正有好得到即个制裁，法律的制裁是安尼尔吗？是即条尔吗？安尼就怎啊要牵扯起来？来到今仔为止，咱的陈总统3037天，冤枉也未洗清，公道也未平反，真相我那个继续爱宣传，政治迫的案件未比这更加明啊啦！3037天。来，用尽时段，咱今仔现场的节目马上要甲进行，包括着咱的新闻大消息、新闻重点，以及着咱的这个热线可以的电话，伫节目中嘛要甲开放哦。先听主题歌、主题音乐，
应该来结束了，咱马上回来现场，甲大家来做报告。有阵时段唔通转台哦，啉一嘴茶歇睏一下，精彩拢伫后壁，感谢你。来，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，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哦，咱的一个节目啊，即卖来开始进行。今仔日早时，一个台北地检署，哦，北检正式召开记者会，来起诉马英九，哦，是照着即种的啊，包括违反着通讯保障以及监察法。哦，啊，个即个个资法，啊，个即、這个啊，刑法内底有一个涉密罪啦，吼、哦。简单讲就是，人即个黄世明共犯即个涉密罪这条，吼、哦，因为即个案件本身即卖伫法院七个月，吼、哦，七个月即个下旬我那要判决，就是咱的民进党伫法院党团总召郭建明，伊用自诉啦，你看实在外费去，伊用自诉的方式。哦，啊去告马英九，这里法院已经有成立案件，法官咧审查咧审理当中，一个月来做判决，哦，咱目睭金金来甲看，这个台北地院法院对着这部分安怎判？哦，这是啊，咱先放一边，但是这是差不多讲遐个代志里遐就对。啊，今仔起诉的这部分是这个地检署本家的爱办案啦，你看拖偌久？这个是这个1802年、2013年的代志呢。听众表，即卖2017啦，这是2013年，伊当时咧违法监听王金平啦、郭建明，哦咧讲监听的，这个违法的，伊当时三四当前的代志啊。啊，所以这部分你甲查啊，上当是三年以下吼，上当判三年多刑啦。啊，在我咧看。啊，无可能判三年多刑，因为黄世明的部分已经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嘛。黄世明人马英九是共犯啦，啊，黄世明的部分已经是判决确定，判一年三个月，会当罚金450,000。黄世明已经450,000交了啊，450,000-7,000交煞啊，啊，代志结束啊。所以马英九的部分，当然真侪即卖。外界咧看法讲啊，这是啊，这个迟来的公道吼、哦，早就应该甲起诉。秘书对这个司法看到一线希望，秘书对着司法，阁会当来看法都找倒来信心无？吼、哦，正乐观的看法，吼、哦，这咱啊，现主席不便安怎讲吼、哦，啊，表示尊重啦吼、哦。希望讲司法真正有咧改，有咧变，我也真欢喜啦。
但是你甲看黄世明最后安怎处理？45万罚金交交无代志哩。啊，所以马英九的部分，当然你讲要甲判3年多也无可能啦。而且伊即卖人是外口阁啪啪咧走呢，人阁伫美国，伫对万一要香港要对对去，自由自在游山玩水，伊够受影响？我看嘛无呢。啊，而且马英九伊案件刚定即条尔，即个是大家所了解。吼，伫即个2013年，伊当时伫即个案件阁咧侦办当中，吼，即个是袂当泄露哦。黄世明伊当时是检察总长，伫8月31日、9月1日，吼，拄啊连续两天来马英九官邸，甲马英九讲即件真查重案件。马英九阁指示黄世明，伫迄个当年吼，9月7日，就是3天后，来甲迄当时行政院长是江宜桦，啊，阁即当时总统府秘书长是罗志强来报告即个案。所以，这个马英九不只是共犯涉密罪，佮有教唆泄密的这个部分。啊、当然，这个代志不也引起第几个吼、哦，咱讲九月战争吼、哦、啊，这个马王政治斗争的迄个问题，这其中我就无佮重复吼、哦、啊，这个部分北检咧调查哦，马英九伊明知讲这个是真查重案件，无可能唔知嘛，伊本身读法律的，法学博士，伊无可能唔知啊。啊！而且伊阁叫黄世明去甲江宜桦讲，阁把遐资料交予江宜桦，交予罗志强。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是明显是违法违宪吼，这是明甲无法度阁明啊啦。啊，所以咱对即个台北地检署公开吼、哦、新闻稿的资料吼、哦，咱来甲看。相当吼、哦、啊一篇的论述伫遮。啊，而且咱即个阁特别较特别的一点吼，伫、哦、中我提出来讲。台北地检署调查发现，黄世明伊本来无迄个意思，讲要向江宜桦报告哩，是马英九叫伊就爱甲江宜桦讲，吼，因为黄世明伊想讲，我这是应该当时是吼，甲人用迄个违法监听的，吼，啊，听到秘书讲，人为着这官说啥好，心内做欢喜，赶紧连夜走来甲马英九，无得个是要邀功吧。是要讲安尼，这功劳一大件吼、哦，啊，这种伊的心态，我无要甲推测啦吼、哦。但是黄世明本来，伊并无要甲江宜桦、罗志强讲的这个意思，是马英九叫伊来去。哦，啊，马英九算伊的长官，伊的定势，伊叫爱去，伊袂当无去哩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最明显是教唆泄密。马英九心内明知影，这个是袂当讲的呢，啊，佮下这个命令。哦啊、所以这个起诉无啥物唔对，吼、哦，起诉无啥物唔对。咱也来甲看一下吼、哦，啊，马英九有哪回应哦？马英九安怎讲？听众朋友，这个有哪是咱也火压较悬吼，爱、哦、注意一下啦吼、哦。真正啊，这你甲听几句吼、哦。马英九讲啊，这个案件表示讲，甲人这个官所无代志，啊，煞这个啊处理也煞有代志啦，公理何在啦？伊讲伊一定会去反映，为着伊的清白吼、哦，啊奋斗到底。哎，检察官真早并无了解清楚吼。伊讲这个代志发生是黄世明来向我报告，哦，这是马英九的公款吼、哦，向我报告就是讲啊，来向马英九报告。因为看起来对你反映高层啊，个相关这部分立委吼，啊，这呐逼出来，这就做世界级的一个丑闻呐吼。啊，因为这两个原因。所以必须请行政院长啦、总统府的幕僚吼、副秘书长啊来共同探讨。两个原因就是讲会影响到行政院立法呢吼，啊影响到行政院上法案啊，所以爱叫江宜桦来啊，基础吼啊，讲真有政治责任吼啊，这都爱内阁爱变动等等有诶无诶吼，讲几篇。啊，所以马英九伊的理由就是讲，伊找江宜桦、罗志强来，毋是咧涉密罪。讲这是叫做公务处理，吼、哦、国家大事咧处理，这无叫做犯罪啊，绝对犯伊会容易清白。吼、哦，以上这是马英九的讲法。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咱即卖啊，先加这个吼、哦、啊，听看卖吼、哦，看伊是咧讲啥。来宾进动发言人王敏生哦，伊讲，伊讲这个前检察总长王世明违法监听国会议员，马英九用司法做工具，当作政治斗争。
今仔日的起诉是再一次认定马英九是违法违宪吼，违宪乱政的一个属性。国民党无啥个讲啥，国民党讲表示尊重吼，啊表示遗憾啊，但是要做讲这个司法袂当怀疑啊，希望讲爱向马英九清白等等吼。啊，当事者之一我那是郭建明，郭建明在时伫另外年开记者会，希望讲这个是咱的宪政，咱的司法会当来重新出发，哦，有一个重生。而且这个郭总也讲到，希望马英九这个月伊个犯人就要判决，希望马英九家己认罪，有这个大事大非吼，啊，大智慧大勇气，我看这是不可能啦吼，哦。啊，郭总也公开安尼呼吁。啊，另外就是这个吼，郭总也律师也来讲，希望讲这个最后来咧判决吼，袂当想对着黄世明安尼轻轻咧判啦。伊讲即个，伊当时即个叶圣茂判两年外，哦，伊当时硬要骨锐判两年外，啊，你即个黄世明马英九这是愈严重呢，哦，啊，你用即个一年三个月当罚金的，哦，啊，这是轻轻啊咧处理尔。这种朋友，以上是先整理着国界，哦，来看法一寡见解。今仔日早时记者在咧敲我，哦，到下晡我那个咧敲啦。我做无爱去吼，我感觉讲这自然相关各界吼，大家要去回应吼，啊，分析啦、争论节目啦吼，你吼你暗时搁加看，我看到连夜咧讲吼，上无讲三讲讲一礼拜以上，大家咧评论足济吼，啊，这个无差地中一个人，咱无遐重要，真正无遐重要。但是我伫节目中，我必须爱指出，用真是大。起诉马英九，今仔日这个涉密案，当然咱也支持北检，哦，该起诉爱起诉。无论最后你讲甲判伊个轻轻啊，那皮皮啊判落，像黄世明安尼，啊交45万罚金，啊就会当解决代志。无得个嘛是安尼，无得个比黄世明佫较轻呢，啊是讲比伊较重一点点点，嘛有可能，我唔知影，何法你去判？但是不论如何，甲马英九起诉代表讲伊这个犯罪属性就放伫遐，这嘛是由台湾人民、台湾社会，包括大家咧关心注目，咱来了解讲真真正正，马英九是甲司法当作政治工具，足明显的足清楚嘛。伊看到有这条做监听的译文，伊是足欢喜的呢。伊想讲即卖好，张着王金平伊的即个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快足介绍的，希望赶紧甲王金平对李焕英长者即个位置顶悬甲扳掉，所以摕即个物件开始发动斗争嘛。包括伊家己上第一线，亲上火线，佮开记者会，用伊个弹炮开弹炮骂王金平，讲这也毋是官说，无甚物官说，啊，做伊个司法上个做。迄个耻辱啦，做啥物上大的丑闻，啥物讲到外歹听的，啊，结果是伊违法违宪在先，啊，而且嘛无啥物有做官说，哎，后壁拢有调查哩，包括王金平，另外呢，就继续咧做，啊，选马英九，啊，这幕僚怎啊？2014年，九合一选举拖拖拖吼，啊，这输卡到2016年，政权规个输去。说这个话，当时啊，历史不是讲你安尼用心计较，别安怎甲掌握，你有法度处理啦。人咧做天也在看嘛，人咧做天咧看，有那主言天公伯咧主持公道，再一次证明讲马英九就是这种的卡小嘛，伊就是甲司法当作政治工具。今仔日伊会当指示黄世明来甲人违法监听，来泄密、教唆泄密等等这罪。同款，伊会当来介入最高法院嘛？对着阿扁总统，诶，即个扁案内底相关者的大家合理的怀疑，马英九乌手伸入去，马英九死际话侪讲伊无，讲伊足尊重司法，无介入国案。即个话吼，你即卖去甲网络上甲查，后录音啦，后画面拢有啦。你甲听，你袂感觉做讽刺吗？啊！伊都讲黄世明都会当叫人去泄密的，检察总长都会当连续两天叫来官邸，
私底下一对甲报告的。你讲马研究这种底子的人，伊未去介入到阿扁总统的案件辩案，鬼啊嘛无爱相信，三岁囡仔嘛未信嘛。伊这就是有迄种个前科嘛，前科累累的人啊，表示司法在伊心目中，伊完全无尊重过司法独立嘛，就是当作政治工具尔嘛。好，这个是再一次来证明。所以咱先卖关公，最后翻译要怎判？有人讲啊，这马英九马上要收阿起来，袂当放伊个爬爬走。照着咱蔡总统是较故意啦。蔡总统一上台就讲啊，讲对着这个前朝无要来进班吼，啊未来这个吼、哦，其实嘛唔是追杀啦吼，啊这若照法律来办，他有啥物做追杀？可能是惊安尼规个舆论顶顶，吼、哦，先着已经画一条红线哩啊，啊所以用尽时段，大家今仔日服务处电话也接不了，讲啊马英九安尼唔着马上收下起来，手铐都爱甲铐起来，搁放回哩安尼，美国哩对爬爬走。用真是大，这是相关机关来去处理的，嘛不是地中，哦，咱有法度来主张这個。但是你讲伊有可能得亡无？当然有可能啊！伊本身是绿卡呢，伊是有美国的居留证的，啊，伊的这个厝内的人，包括伊的查某囝，拢是美国籍的美国护照。你讲伊若看唔熟悉，怎走对外国，走对美国，当然嘛是合理的怀疑啊！啊！若照着伊当时蔡秀文，蔡秀文这即摆若陈淑萍做干部就要调查呢？照着蔡秀文的伊个标准哦，啊！若下任总统拢会得亡的，伊当时阿扁总统安尼硬扣起来，啊！若马英九，我看十个手扣嘛扣无够呢。若照这个标准，真正是安尼啦吼。但是事实上，可能也较困难吼，毕竟话当时啊，你着知影。民进党政府咧做，蔡政府咧做，实在相对吼，安尼有那真客气啦吼，实在真客气啦。啊，这该硬菜有那爱看硬菜，那在我咧看。啊，另外你甲看马英九的案刚打一案，哦，这另外一个重点我要指出。外口咧讲，还无讲到即站吼，讲哦，啊，今仔即个起诉啊、判刑啊吼，哦，咱做者支持者。不同时啊，就离合不住外口咧泡地开讲吼，怀疑卡讲安尼总算啊，向阿扁总统一个公道啊，马英九要甲抓抓起来啊，尤其是大阿姨马英九戴案在身是打戴这个什么叫富邦吃百银的案呢，吃伊钱的案呢？你看伊个美和市、台北市政府拢调查出来啊，美和市的弊案呢，大孤单的弊案呢，啊，伊个叫做。国民党的三中的迄个弊案呢，新生高的弊案呢，包括着个电子业、电子业的大头家啊，客户的两亿迄个案件呢，用真是大，这拢伫台北地检署的手中呢。政党轮替到当偌久啊？你有看到有咧侦办吗？你唔通无甲尾啊？是最后段起诉是泄密之案呢？安尼对外界要交代讲，骂人一个骂国有啦，有咧办马研究啦。都已经正式起诉啊！你看无？起诉书有那厚厚一本的安尼，互咱规工咧讨论这啊，结果遐个真正的大案，完全全囥伫底，全囥甲袂记啊！用真是大，即摆是特征组位图啊！以前啊，特征组咧帮马研究做即个书法吼，袂输咧甲顾问的作业糟糕，迄无奇怪哩。啊，即摆特征组是有那收法律甲位图啊呢？啊！若比台北地检署阁食案，台北地检署若无阁要侦办，同款人过去同款，那安尼费特征组有费，那无费，毋是同款吗？那政党轮替啊，有轮替甲无轮替，有啥物差别哩呀？马英九真正遐违规三者的，毋是打即个泄密一件呢？纯良心讲，讲起来即个算细件的啦，这个判嘛三年以下。伊其他个按加起嘛三百年以上吧。你看迄个大巨蛋，迄牵涉着几啊千亿个利益，啊！你管理金会当讲免收集。你看迄个富邦食台北银行，迄个一合并落，迄是差不多暴利是几千亿几条个呢？伊台北市长，只是伊个财政局长讲这是政治决定，
因为马英九人这个富邦的大头家已经见面讲好啊，已经做好决定啊，有共识啊，这个唔免阁讨论啦吼，大家照案通过安尼。台北市廉政委员会，包括陈文良律师因的委员咧调查，迄录音带拢调查出来啊，拢有会议的记录的，迄工走虾米过？啊，这种的袂当办进吗？那真正要办像韩国安尼办，先把企业的负责人调来。那不要讲实在话，那有可能这个你也搁咧串供的哦，啊，搁互相咧斗伊的口径的，啊，当场就收阿起来啊！你看伊的三星，伊的孝助，迄同款的阿起来呢？迄是偌大级的财团，占韩国的 GDP 占20%的呢，同款收阿起来，同款扩起来哩。啊，你若真正要办，袂办进吗？富邦的头家叫来，我相信哦。啊，你只要就讲啊啦，无可能替马英九暗砍啦，无要办尔嘛。日升升的袂办进吗？米尔奇袂办进吗？董事长叫来，负责人叫来，相关的这些人咧办事的，电子业这些是怎会当客人越过？你对咧交钱的，什么人去交钱的？为什么目的的？那真正要办，无伊就无法度办的啦，卖甲人骗啦。马英九无要讲到有什么要紧呢？其他这些人若拢认啊，马英九无认嘛袂使啦。迄自然证据就拢浮出来嘛。啊，无几当前的代志，当打草发生的。啊，有人讲吼，啊，这无法度办证哦，啊，这可能相关的人，大家都好认到底。听众朋友，啊，人韩国都在办哦，你看，人韩国都在办哦，你看，什么案件未办证啊？做歹代志，反左过必留下痕迹，一定留迄个信号里啊嘛，一定有迄个记号里啊嘛，是看这个检察官，看台北地检署要办唔办尔啦。所以说今仔日毋是重点放伫即件呢，啊，即卖大家好，慌忙咧讨论即件，哦，注目即件，啊，这着安怎拄安怎？时到有那上届的上黄世明安尼啦，一年三个月吼，罚金46万处理安尼尔尔啦，啊，真正遐干办呢？听众朋友，咱袂当放弃这个感动呢。志宏斌期待，志宏斌嘛爱好这个，看无无压力。咱也希望讲，包括民进党的这立法委员，立法委员伊是爱向着民意交代呢。啊，民意大家期待，尤其即摆咧讲司改会议对着司法改革，那马英九这代志无法度侦办，无法度查一个水落石出，和台湾人民社会一个交代，安尼就无司法改革嘛。这两项代志是相对嘛，一个是阿扁总统去用玩弄的，有法度洗清玩弄无？我都变换无，哦，这个是一条线嘛。另外一条线是马英九伊只会做诶歹代志，伊带遮侪严重诶案，有法度真正甲办一个结果出来无？互伊得到法律诶制裁，毋是伊个46万诶罚金迄种代志。这两条线诶发展，那讲着怎冻里啊、炸里啊、藏伫洞口内底，那安尼司法改革永远是遥遥无期啦。听众朋友吼，两条线尔呐。一个是阿扁总统的平反，一个是安怎让马英九来得到真正法律的制裁。来，咱即卖先进一个工商服务，等一下回来了，咱的现场口音就要甲开放吼。啊，听众朋友，我看大家一定真侪想法吼，阿伯来发表，你利用咱的专线07761800180776180018吼，到底这是办真的办假？哦，起诉真的起诉假，是伫骂人，是伫骂吼啊！其他遐全，我看啊，都无人咧注意啊吼啊，怎啊藏伫遐啊？拖一日要转过，是安尼吗？啊，是真正是踏出第一步，用真是大吼，听大家意见吼，无得甲咱大家用智慧来讨论一下吼，看会较清楚无？来，即卖先听一个工商服务，等者回来了，来听咱的一线口音761-8018吼，多谢你。即卖是广告的时间，感谢乡亲时代对着咱一边一国爱台湾这个节目，啊，佮有产品的支持佮鼓励，佮专程敲电话即摆娱乐，互弟兄足感动嘛，足安慰。这代表咱的用心佮坚持品质的理念，
并无做白工，市面上的产品非常的多，但是一般人是看唔捌沙煲粥，爱内行的才知影好还是歹。尤其是要食入去巴肚内底，上重要是着原料的品质，加伊添加的成分，会当讲是一分钱一分货。咱的一边一国乌蒙尼，用台湾在地生产的乌蒙尼，佮添加红枣、枸杞、甲乌麻，拢是用天然的原料来制作，互你看会到、食会到。有一挂外面咧卖，为着拼价格，拢是用人工还是化学的香料，偏偏添加这个红枣。为添加的结果不是真正的红枣，不过是红枣的这个香料尔，成本当然差天甲地。就算做讲卖了较俗，但是食咧袂安心，所以听众朋友若要买，目睭就爱白乌金。人民这种天然原料的制作，经过 ISO 食品的认证，无添加防腐剂甲化学香料的一瓶一国乌蒙尼，一箱24罐，加运金是1450。一次买两箱只要2800元，咱的好评牛樟芝是甲行政与农委会来合作，真正用牛樟芝的籽饲体，规粒的牛樟芝落去制作，甲一般打是用培养的细菌去做的菌丝体差足济。一个原料是规粒的牛樟芝，一个只是细菌的菌丝，安尼讲大家应该真清楚。正港台湾的国宝好评牛樟芝。一罐吃两个月3500元，正常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欧国民所得上高的挪威来进口，不是一般的鱼油，有丰富的 EPA 和 DHA， 吃两个月2200元，品质一定一的正常 Q10， 原料对日本进口，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、维生素 E 这些成分，吃一罐抵几啊罐，同款是吃两个月2800元。佮特别送检验，会当安心长期来服用。平均测一个月只要1000元尔，就会当照顾咱的健康，补充身体的这个营养。最后是咱用几只鸡仔落去滴的新鲜滴鸡精，这口味就真像古早做者咱阿公阿妈，家己买鸡仔回来伫灶卡内底滴的同款，芳醇佮好啉，大人囡仔拢合用的这个补充品。一盒30包5400元，以上五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，优良阁有保障。拜托永进时代大大力支持，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感谢。来，多谢咱的永进时代，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吼。现场热线的口音，即卖来开放中哦。今仔早时，即个台北地检署正式吼、哦、啊，即、这个啊违反对一条对一条吼、哦、啊，即、这个涉密罪吼、哦、通讯保障监察法啦吼、哦，包括个资法吼，安尼我呐来正式起诉马研究。无论如何，踏出一步吼、哦，这是第一步啦。是第一步啊，最后一步，用心是大吼、哦，咱我呐继续观察。现场热线甲开放，0776180018吼，7618018。听众朋友若有意见要来表达，吼，随时甲敲一个电话。啊，较多咱所听到是工商服务的内容，对着咱的产品相关的一寡说明介绍。啊，那即个有哪有不了解，也是讲咱有欠用，要来订回注文吼，甲厂商这边联络。有哪是麻烦你敲即个服务平台咱的专线。不止公布时间，规间拢会当卡，对，早是9点到暗是6点，哦，这个是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哦，这个电话你家记起来，吼、哦，咱这电话拢无改，为着方便哦，用真是大吼，大家来啊，这个好下去联络，吼、哦，啊，方便联络拢无改，吼、哦，这个对，这个吼、哦，咱啊，今仔日这个记者会来甲看啦，吼、哦。你就知影讲，其实这个司法哦，伫台湾阁有真长的路爱来做哦，爱来做改革。董家是检察总长呢，检察总长是啊来率领全国检察官，包括伊当时特征组啊袂废哦，特征组安尼是10几个检察官授予一个职位啊，所以你讲检察总长啊，伊这个地位的人。迄时就爱总统提照宪法规定，总统提名经过立法院同意吼，啊，产生个有任期保障呢。哦，总统你着阁
我看你可以当罢免总统哦，啊，你这检察总长是四年任期保障呢。结果你看黄世明会当把这种的案件摕去咱马英九讨论，看马英九意思安怎，啊，要安怎办，方向要安怎立？既然一个总统，一个检察总长，两个人在遐咧讨论这個。真正台湾的民主全部下了了啦！台湾的民主全部下了了呢。今仔日再是这个起诉，那是马上全世界拢知影呢。马上全世界拢知影，讲原来马英九，而且卖人搁伫美国里啊吼，我看各位的面体皮里啊，赶紧机票拆下来，赶紧回来啊啦！真正各位的面体皮里啊，你里啊讲个这民主自由啦，讲遐有诶袂讲几堆诶。全世界马上知影，讲马英九、人黄世明两个是安尼共犯，来对着国会议长，代表民意的立法院国会议长，以及着伊当时民进党袂执政嘛，在野党诶，即个党团宗教诶来做监听，即团嘴会听进吗？听众朋友，啊，这真正发生诶呢？即团嘴会听进吗？实在我唔知讲，因这真正伊在面皮那上边呢，真正面皮那上边。迄那三叔是咱去讲监听吼，咱有那是会感觉足见笑，歹势歹势，唔敢出来讲呢。阿妈研究是有那厉害，伊讲监听在先，啊，佫会当出来开记者会，无嘛叫拍手出来就好呢，为着伊个边仔个好啊较济吼。罗志强啊，什么嘢哦？叫伊爱拍手哦，叫伊伊个身躯变好啊！你啊咧讲了，伊个搭伫笑着，啊个上啊，即第一线开记者会，要甲王金平逼落台嘛？伊当时王院长伫海外参加查某囝个婚礼，啊人即个人都还袂转到台湾，就公开要甲逼落台，哦用国民党个伊个做党纪个处分考纪会。要来甲开闸、开除党籍，因为不分区立委嘛，啊你呐党籍开除迄个，规个爱解除掉，啊所以你看，真正是够袂见效呢，啊即摆拢查出来啊，包括你本来的人即个黄世民是无要甲江宜桦讲的呢，无代无志，佮派一条，佮加一条罪，啊是马英九教唆啦吼，法律的即个用词叫教唆。马英九伊叫黄世明就爱去甲江宜桦甲报告啦，啊，所以马英九佮加这条就是安尼来嘛。你需要讲伊唔知影吗？伊唔知讲这是违法吗？伊唔知讲这个侦查重案件袂当对外佮泄露吗？就算做伊是迄当时的做总统的新闻嘛袂当讲真呢，用正义长的新闻嘛袂当讲真呢，检察总长的新闻嘛袂当讲真呢。啊，知法犯法，违法在先，啊，哥会当出来骂王金平啦，骂郭建明，无好加载郭宗教，有那是无放弃，哦，郭宗教无放弃，而这个北检的今仔起诉前，伊就先反应甲过啊嘛，甲这个代志扣掉的你，来听众朋友，咱即卖先甲接听哦，761-8018哦，咱的接线扣音电话。喂，我弟兄，请讲话。弟兄好，来，请讲哦。表大家好啊，表总统好。好。这个顶天啦吼，有一个迄个哪样的人讲，这个什么王典武啊，下老些什么讲哦，要关说这个将官啦吼。哎。这个、唐德明嘛吼。对。啊，这个唐德明就是台南的地方的，是表现真好嘛吼。啊，就是但是咧，伊的分数拢上悬的哦，结果公报却无提名伊升官啦。哎呀，讲无济嘛吼，啊，即摆哪也讲吼，当地有关注啦，我才想讲吼，奇怪，遮好的将官你无要升，花心了噻。啊，变总统以前提拔足济遮好的将官嘛，但是卖去迄种差别讲卖官，你知无？啊，卖了差无啊，啊差无些家只将官吼，讲伊咧申报一寡特别费，讲支出费遮吼，讲几十万来拍十几年啊啦。好、哦，安尼哦。我咧想讲吼。奇怪，马英九就任时啊，买什么阿帕奇啦，什么 P3C 啦，一个飞机啦，什么这一挂迄个装甲车啦，底
啦，拢几十个、几百个啦，啊，无判到一个奖官去用判刑的啦。嗯，啊，我们就忙无代志的。我讲啦，然后几十个、几百个，迄若无讲讲部长也是总统吼，迄无可能敢签啦。了解。喂，你好，我伫中。好，阿金总统好。来，请讲吼，你要怎看啊？我到底人物八卦了解，我讲来听。哦。研究吼，伊个学位，伊种讲啥物法律的，迄我看拢买，迄伊个拢无认真去读，所以唔捌法律。我看伊无转来啊啦，完全唔敢转来啊。无啊，你咧看，伊这是起诉真的啊，起诉假啦，这有法多干。哎、欸，我看啊，你出你出完尔啦。所以我看我是无啥受过教育啦，唔过我那个看个。安尼啊，喂啊，这咱这法律都唔知安怎，我嘛看无啥有呢。啊，伊个最后罚金高高的尔呢。了解啦。了解。总统都较适当啊，啊，那马英九我看现在轻轻啊，就个韩国呀。了解，感谢阿姨吼。诶，咱带你进步的阿姨吼，啊，实在有够感恩吼。这有那咱忠实的听众。诶，乡亲是大大多数，当然唔是法律的专门吼，法律的专家。但是咱乡亲大家咧看智慧足悬呢，你看咱的阿姨咧判断如此如此啦，如此如此尔呢？那对着陈总统奇怪，啊无代志的拢变有代志，政治现金的拢变违法的，那这个合法的拢变违法的，无代志的清白的拢变有做歪哥的贪污的，就爱判党刑。啊，为什么那拄着那赢的国民党的？啊，这马英九相关的拢无代志，大事化小，啊小事化无，啊就全部拢安尼，差不多悄悄的、悄悄的吼，啊就无代志。无得到怎啊无回来嘛，无一定。因为伊有绿卡嘛，伊有绿卡，啊是包括伊的遐个姊妹啊，啊伊的大姊小妹啦，伊的查某囝，拢摕美国护照、美国人哩，伊太就回来咧。迄里还伫国外嘛，足侪即种的咧啊。出国访问了就无阁回来啊嘛有啊，因为看唔舒适嘛，所以即摆要甲观察袂用真实大。今仔日起诉就起诉啊，来就惊翻伊娘啦吼。这其他咱也无出侪有法度过来评论安怎的空间啦。哦啊，这就明明甲人违法监听啊，这啦属实也无啥物人辩解啦。啊，去马英九咧讲诶，这要安怎啊会有疫情变吼，就甲。听听会准煞吼，迄个哪像咧讲笑话、连笑话同款尔啦。啊，但是即摆要甲观察，就是后刷只个案，后刷只个案，包括上明显的，像大巨蛋、像富邦、食台北银行的，那亲像遮尼明显、证据确凿、铁证如山的，阿嘛无法度办，一年拖过一年，啊，春夏秋冬安尼一直甲拖过。那安尼真正也无卡抓啦，哦，那安尼真正也无卡抓，啊，不怪咱做真济，咱咧听众咧讲诶，啊，这个那啊轮替那轮替啊轮替了啊，煞司法也无轮替，哦，啊是讲这个司法是去倒退路，啊是原地打转，安尼就真正无卡抓。来，咱即卖先甲进广告吼，听一个工商服务，三分钟个内容，听众朋友你甲做一个参考吼，啊，然后欠用甲卡平台专线761。8075，我来个电话注文。但是等下了，咱的客服电话继续开放761-8018761-8018，头前加空七多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在这个广告的时间，志忠同款要来推荐实实在在会当安心的优良产品——正成 Q Ten。正成深海鱼油、新鲜地鸡精、和平牛樟脂加一瓶七国乌龙泥，拢是地中真用心。针对即卖足侪乡亲时代比较较欠缺又阁重要营养素来研究，特别开发甲挑选的产品，亲像 Q Ten， 就是咱身体内底非常重要的元素，需要额外阁来补充。伫国外已经做实验，咱的正成 Q Ten 原料对日本进口。而且不是单 Q10 而已，还有独家添加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、维生素 C， 是咱一瓶一国爱台湾才有，一罐可以吃两个月，只要2800块。还有大家都知道的深海鱼油，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，
真侪人阁爱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，因为深海鱼油是用深海的鱼去制作，海水的水质足重要。咱咧正常深海鱼油原料特别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，挪威已经是要接近迄个北极的国家，迄边的污染较少，海水的水质清气，所来制作的深海鱼油品质当然是无话讲。一罐食两个月份是2200块。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，地中一再来强调，咱的和平牛樟脂是用脂实体，就是规粒完整的牛樟脂去制作，甲一般市面上用细菌培养的菌实体无共款。而且咱甲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，这是有国家级的品质甲保障。一罐共款食两个月3500块。以上三项的产品只要来注文，每一罐阁送你一点的点数，一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，平均测落来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。每个月只要开1000块，每一天10几块，就会当照顾咱的健康非常舒适。新鲜地鸡精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，会当常温来保存，也会当温炉烧，而且无掺糖无掺盐，是原汁原味。用几只鸡鸭落去滴个新鲜地鸡精，一组30包，5400块。最后是咱一瓶一个乌蒙尼，用台湾在地生产上鲜的乌蒙尼制作，独家添加着红枣枸杞乌麻，是上好的天然的饮料。有乌麻的香味，搁啉袂到会当人厌恶批评。有丰富的价值的乌蒙尼，一箱24罐，价温金只要1450，一盖买2箱，搁俗100，只要2800块。接卡联络服务电话0776180075，拢有专人服务接听，拜托听众朋友做伙收听，感谢。多谢咱全国听众啊！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咱个节目进行中，同款有着地中为大家来做服务。现主持咱个主人广播电台哦，每一工下晡5点到6点哦，这是 FM96.9。FM96.9， 咱在时11点到12点，分家地区是咱的家己之音 FM91.3， 中昼时12点到1点，大台北地区是咱的中华电台 AM1026， 暗头啊7点到8点，台南地区听詹文克电台 FM89.9， 哦，咱这个全国哦来联播的这个时段，那有任何问题，针对你的区域。哦，针对你啊，这个区域会当收听的这个收率等等，不了解所在，赶快有那卡变台的专线，哦，赶快是这个电话，专人甲你做服务吼，会当啊，一定甲你解说，互你来了解，吼，互你方便收听。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来延长一线，咱继续开放哦，啊，这个76180018。76180018吼，台湾的法律足奇怪。今仔日咱这个那看报纸有哪一条？检察总长提出非常上诉，针对一个死刑的案件。这是已经拖10几年吼啊，听拖14年，七届判死刑。但是这个检察总长帮这个死刑犯提出非常上诉，伊这是一个杀人的案件吼，杀人百外刀嘛吼。因为感情的这种的吼、哦、啊纠纷吼啊来杀人，杀100几刀，七届判死刑啊，即卖检察总长提出非常上诉，非常上诉这个制度，咱大家了解，我那足奇怪呢，用真是大大家咧讲，这冤枉的提出非常上诉，检察总长那有听也无听到吼。充耳不闻啊，过后期前交通部长案件，有哪有来申请非常上诉呢？检察总长嘛是同款，无要采纳，无为国部长提出非常上诉。奇怪啊，这个杀人的案件七届判死刑，毒死100多刀，啊，无怪死亡者伊的大姊在讲，奇怪台湾的法律太拢保护遐犯罪的人呢？台湾的法律，听众朋友，地中我读法律的，入面法律系第一节课就咧讲，法律是安怎来这个实现这个正义啊？
安怎来追求真相？安怎来保护这弱势者？安怎来帮忙这需要咱个帮助的人？安怎来制裁这犯罪的人？结果法律读四年、读几年，啊，这都读到怎啊？即卖，共受害者了咧讲啊，法律太保护犯罪的人。检察总长咧为着死刑犯七届判死刑，我嘛看袂出来有啥物重大呢？伊的理由讲啊，最高法院无来考量，讲这无得个会教育者啦，无得个会教育者啦。总长职权我甲尊重啦，吼、哦，我甲尊重。非常上诉，就亲像直辖权是大总统才有。但是检察总长看到台湾社会遮侪案件，包括扁案，包括过腰级部长的案，包括遮侪案。将来嘛，无讲提出非常上诉呢？你讲饲，你都嘛无爱甲饲啊！伊都无咧甲你采纳嘛。啊，今仔太为这种的案咧提非常上诉，我感觉嘛足奇怪呢。来，听众朋友，咱甲听一下，台湾的法律是咧保护这些被害人啊，保护遐加害人呐、啊。喂，我弟兄，请讲话。弟兄好啊，弟兄总统好哈、啊，我补充一下啦哈。好，多谢。即、这个迄、那个，你头讲叶顺茂啊，吼，这是前的调查局长嘛，变系当中嘛，吼。嗯。伊即卖一审是判十档嘛。嗯。啊，二审是最高伊是判六档嘛。对。判啥啦？包括讲泄密案吼，啊，甲这个隐匿公民啦，啊，奇怪咧，当初是因为这特区总硬要甲这总统乌白母嘛，嗯、啊，总统人安全危险的时阵是国家危机咧，所以就是调查局向总统报告。靠什么泄密案啊？那是无辜硬要甲砍落的啦。是啊，啊你慢叫是要讲监听，刷咧要讲挑起战争，搁破坏国会的这尊严呢？这是足要死的代志咧。结果迄个讲一年三个月，搁一颗罚金四十万尔啦，45万啦，刷的国王名也退封啦。啊，这个也算嘛哦，不要讲这隐匿公文，这名这个泄密案啦，判两年六个月，讲随定谳啦，刷搁去用。古啊，81天呢，你判刑是搁古啊，81天，啊，也是嘛，迄黄世民到遐关到1天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甲看这书啊，天平吼，真啊无解吼、哦。我讲啊，民进党即马全面执政，运动是咧找这来做比较才对。有理吼，司法的这个标准呐、啊，无讲一个彻底的改变吼，彻、哦、底改变呐、啊。你呐讲伊种的安尼。啊，一点啊，伊种讲个做安尼有改革，我实在我感受袂出来呢。那无讲是彻底哦，180度伊种个大改变，实在人民无伊个感受吼、哦，无感，没有 feel 啦吼、哦，没有 feel 啦。安尼就无叫做改革成功。来，咱这个工商服务最后一波，甲听一下，马上个倒来现场，多谢。即卖是广告的时间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即阵啊，有几啊位买咱正成 Q 10的乡亲，打电话来甲志忠讲，过去因是毋捌食过即味，结果服用了，感觉效果真袂歹，佮专程卡来学了，所以志忠特别佮要来介绍。其实 Q 10伫国外是做事件，因为 Q 10是咱身体内底帮助咱的细胞产生能量、增加生命力的一个元素。啊，佫会当抗氧化，抵抗自由基的产生。自由基、自由基是医学专业的名词，伊会损害到咱身体组织佮细胞，引起到慢性的疾病佮身体老化。Q10 就会当抵抗这个自由基的产生。特别爱注意的是讲，咱若年岁愈来愈大，咱的身体家己来制造 Q10 的功能会愈来愈歹 ，Q10 就会愈来愈少。所以咱大家开始知影讲，爱另外搁做补充啦。别行卖讲，即卖伫市面上，你会当看到足侪女性朋友的保养品，抹面的啦，抹身躯的，拢会特别来添加着 Q 10的成分，这就是 Q 10的价值。咱销量第一名，受到听众朋友喜爱的正成 Q 10，原料对日本进口，搁添加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、绿茶萃取物，这些营养素。会当食一罐就抵几啊罐，佮特别照着卫福部的规定，每一天建议补充的分量来制作，一罐足足会当食2个月，
只要2800块，咱台湾的国宝和平菇浆汁有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，是真真正正用龟裂的菇浆汁的基石体来制作，不是一般用细菌培养的一种的菌丝体。而且菇浆汁上珍贵，主要是吃内面的迄个三铁类的成分，都爱是真正的基石体，只要完整的三铁类，咱一罐是3500块。有丰富的 EPA 和 DHA， 原料是对海水上清气，北澳的这个挪威来进口，正成深海鱼油一罐2200块。这三项产品买一罐，搁送你一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。若讲平均册每一罐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，赶紧招亲戚朋友做伙来买，会当讲买愈多，你就省愈多。最后是咱一瓶一罐乌蒙尼养生饮料。用台湾在地乌蒙尼来制作，佮添加红枣、枸杞佮乌麻，一箱24罐，1450块。一届买2箱，佮俗一百，是2800块。最后是纯天然、芳醇佮好啉的新鲜地瓜精，一组30包，5400块。以上的产品若有欠用，卡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0776180075。感谢努力。多谢咱全国听众朋友吼，啊，产品的问题要订货要出门，啊，你甲拍平台转线0776180075吼，啊，先甲你感谢吼，帮咱的节目，有哪来拼一个经济。来，今仔的时间到这，过来做一个收束吼，啊，可以无就搁接，无啊再搁继续。听众朋友，咱对着司法有信心吼，啊，嘛爱继续搁甲监督，希望吼，啊，真正有一个正义时的一天。继续打拼，来，一个感恩努力，多谢，明仔在空中再会。